家好，我是小绿。今天呢，来地里面摘个瓜回去炒。这个瓜大不大？但是这瓜不是我们家的，那边的才是。这种瓜呢，我们这边叫石瓜，石头的石。不知道你们那边叫什么？看，这个才是我们家的瓜。我们这个瓜呢，我们这边叫节节瓜。这种瓜呢，跟刚刚我们说的那种石瓜呢，应该是属于同一科的。但是这种瓜呢，没有那种瓜长，那种瓜这么长的，这种是就是这么短短的，有点像冬瓜。看，这个瓜就非常好了，这个也挺熟的。但是呢，摘这种瓜的话，一定要注意，因为它旁边有很多那种瓜毛小刺。它扎到手里面去，它会比较痒的。先把它外面那层刺呢给擦干净了。坑了，两个都掉了，两个都带回去了。看，这瓜呢已经弄好那个防护措施了，这里还给它包起来了。像这边的话，没有那种防护措施，你看这个瓜都掉地上来了。等一下呢，回去告诉主人家，叫他过来瓜拿回去。瓜呢已经啊，小弟已经帮忙刮好瓜皮了，这瓜还是挺结实的。先要把这里面抠掉，看颜色。先尝一下这个瓜，自己家里种出来的瓜就是甜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帮忙点个关注，再见。